王九龙跟着张九龄，两个人台上好搭档，对，台下嗯哼啊，俩人是一灶之交，什么叫一灶之交？一块肥皂的交情。俩人这交情听着就这么圆滑，俩人关系太好了，是俩人好到什么程度？就跟那一块钱硬币的正反面一样，这怎么讲？一个是一，一个是菊花。信息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。公交车上是吧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全面的我借我一双会员吧。